这里墙有一只，在里面我把它挖出来。因为我是你养的，所以我先让它过一次水。这是霸王。都过下水，这里还有只霸王，这里有只中角，这只也是中角。绿角，这就是挖的比较深。这也是绿角，先洗一下吧。先把它泥身上的泥给洗掉。土壤的话，挖是比较凶猛健康的。它的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很容易脏。泡澡水的话，不要摸它鼻子就可以了。泡澡对青蛙的好处是，它可以蜕皮，然后它喜欢在泡澡的时候排便，特别像霸王这种，有助于它的消化吧。哇，一拉拉了两坨。我记得这是公的。好的，先这样吧。泡好澡之后，把它们放回原位就可以了。